Hello， 大家好啊！今天是下雨天，昨天本来想拍的百香果了，来不及拍，今天来拍就碰到下雨天。那、今天昆虫都没出来，我生怕百香果呢，会不会因为这样没达到授粉啊？反正就试试看吧，因为百香果这个东西呢。大部分都是需要昆虫来授粉，如果没有昆虫来授粉的话呢，理论上它结出来的果实呢就不会很好吃啊。反正试试看吧，因为昨天是有出太阳，那今天没有出太阳，所以就听天由命吧。那接下来呢，就是一个百香果的季节。所以农夫呢真的很忙碌的，因为他每个时节总是有做不完的事情，但是也是因为他有做不完的事情，所以也有享受不完的成果。那这成果或许不是很丰硕，但对一个不是专业的农夫来讲已经足够了。那这边也是要告诉大家，百香果其实是一个多年生的植物，只要你让它能够过冬，那理论上来讲，它隔年呢还是会继续开花，而且开的花，会越来越更茂密。尤其我今年的百香果看起来，应该是都不错的，它的花苞非常非常的多，因为它的老叶呢都已经掉光了。因为泥主有来修剪它，所以它今年在重新长出来的新芽呢，几乎每串呢都是整整的百香果。好了，今天就先介绍到这里，因为有点飘逸啊，我现在就上去了，我们来日呢再来观赏它咯，拜拜。